各位学员，各位同心，大家早上，大家好。恁有手机无？有手机，请你举手。有手机的，哦好。啊，恁我都家己翕家己无？稍等下，拜托恁吼，家己翕家己看麦啊。啊，了明仔载吼上课刷，你搁翕看麦啊。两个脸孔会不一样，是安怎？68年来，台湾人的迄个面吼，拢郁卒，啊，拢感觉讲。有什麼事情吼，啊，攏逃袂開，因為攏佇錯誤的即個歷史的教育的內底。我請問恁一個代，四月初一，每年的四月初一是啥物日？愚人節對吧？知影講迄愚人節的假手？愚人節啦吼，好不好？聽講迄天港片攏無代誌，但是問題是對呢？迄天其實毋是。以咱台湾人来讲，四月一号不是愚人节。四月一号是行宪纪念日。还记得1945年四月初一，行宪纪念日为迄天开始，台湾人才是变作日本天皇的臣民，这块土地是正式变作日本天皇的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本来中国常常在宣传里面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有吗？但你不知道有注意吗？差不多4-5年来他已经不讲了，已经歪讲了。像那4-5年来中国已经不讲说台湾是中国神圣不可分割的领土，很主要的原因就是台湾民政府出来，台湾民政府的整个的论述已经形成，而且台湾民政府告了美国，而且告赢了美国。你敢知影清朝的时阵，台湾的地图是什么形？我给您看卖吼，来，我你看清朝的时候，台湾这一块领土的土地是什么样子？来，这张图你捌看的举手，你唔捌看的举手，拢唔捌看，你看嘛讲。教育就是这样，中国人在台湾所实行的教育就是事实上在这里啊。就你地图你看起来像竹生，这就生台湾吗？有没有生吗？有人也无生，像欠一边而已，右边丢掉了，有没有？啊，如果要中国人来写历史，他说右边那个时候是沉到海里，其实不是嘛。右边是什么土地？高沙族的土地啦。我讲到高沙族，你想想看，你用脑筋想，中国国民党在台湾，伊甲你讲原住民，你们很好，你们在争取另一个原住民。啊，他说他叫做什么新住民，有无？你想看麦啊？啊，原住民高沙族原住民就很高兴啊，哦，我们终于争取到了我们的权利，这个是害死你们了。100年以后。这些新住民他可不可以讲说他也是原住民，可不可以？啊，你说你是原住民，啊，100年以后，他也说他是原住民。到那个时候，原住民就没有了啦。所以高沙族的，我们的同志同心，我都跟他说，你们不要那么笨，你们要坚持，我们是高沙族，我们不要用原住民。用官族名，我想中国人哦，这个文字啊，很容易投机取巧，很容易给你颠三倒四。所以我就跟我们原住民的这些同心讲，你们要坚持高沙啊，高沙这两个是什么？我听到高沙很不愉快呢。我别说我住在山顶诶，别说我是台湾人过去，中国人来时阵，迄个讲因啥讲烦啊。其实“还”啊，这个字啊，我问你有什么不好？你也记得那个火柴，人叫什么？还啊会，有啊？番茄是一般是较知影啦。所有外来物件拢是叫啥？还。所以“还”这个字并不是不好，但是中国人伫台湾甲恁解释哩，变做那个“还”就变得不好。所以真正翻是啥物人？是遐中国人叫做翻呐，啊，做颠倒讲。所以
在文字上啊，中国人很会玩游戏。我譬如你呢，有一人骑马讲弄死，哎，骑马会弄死人呢？马足重，速度紧嘛，会弄死人啊，对不对？中国人伊来一套，伊讲你要判无罪无？伊讲讲吼，伊若要甲你判死刑，伊会甲你写啥？驰马伤人，吼、哦，驰就是骑马嘛，你听哦，一个马啊，一个野，驰马赛就骑马去弄死人啦，啊，这死刑这个。但是你红包甲送落，伊就甲你换做啥？马驰伤人，就马甲你走去弄死人诶，你就无罪。你看中国人这种玩这种文字游戏，真正是非常经典，已经淋漓尽致。所以我一向不相信中国的文化。你讲知影台湾人本来是足高义，台湾人原来啦是非常的高义，啊是勤劳的一个民族。但是中国文化一侵入台湾以后，拢拢无共。我讲一个例给你听。那只妈咪就是海啸发生的时候，去年啊，日本死几啊万人，对不对？这恁知嘛？日本死几啊万人，日本有乱无？无呢。甚至日本人，只妈咪发生就是海啸发生的时阵，物件拢许流去啊，啊无物件好食啊，啊你无物件，怎啊存什么所在 ？Seven Eleven 有物件，啊你来去 Seven Eleven 排队啊。排队的时阵啊，排足长的，一个人插队都没有。你看伊迄个汽车在行进的时候，也是一样，拢总规规矩矩排队。甚至报纸里写，有一个老妇人，巴肚枵啦，排足久的，伫迄队伍里面啊，饿死，枵死去。啊、台湾人还是这死中国人就拢讲，啊哪讲，啊就去插队去先去，互你买一个面包，就代无代志啊嘛，对不对？伊甘愿排队，而且自己饿死，报纸足大片。其实你免甲心来心酸，我们台湾人嘛有这种的个性。台湾人在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投降以后，台湾迄个时阵有两年的时间。不是，两个月时间，无警察，无军队，但是全台湾的犯罪率等于零，就是无人犯罪。你唔知还阁会记你老爸老母，我甲你讲嘛，古早日本时代，暗时你困，唔免关门，唔免出迄个串门有无？你的爸母我甲你讲，你举手，我看卖，全部拢知影。在日本时代，所以很多人到后来会怀念日本时代嘛。日本时代嘛无贼啊，哎、欸，啊奇怪嘞，即卖拢啊拢贼啊。日本人天空有一款个性啦吼，伊甘愿用抢的，伊袂去做贼啊。那日本的个性，啊台湾迄阵向日本人学甲真好啊，啊嘛教台湾人，互伊教他学较好。台湾人即款习性吼，是台湾的与生俱来的本性本质。我伫美国的时阵。我伫全世界，我拢袂去。我伫美国到中岛的时阵，要叫一个计程车。12点，我要叫计程车，哎、欸，我要来对。计程车绝对袂甲你载。你讲你在干嘛？我要吃饭呢、啊。稍等嘞，你来先等，你等，啊，若袂当等哦，你去坐别台。台湾的计程车都无共款，明基伊都已经坐落啊，迄菜叫来啊，啊，你要坐车？老板，我物件小甲留咧，我来做生意代先。这台湾人的个性，伊安那，伊想要趁钱，食饭较慢的无要紧。所以台湾人这种本质跟本性，就是被好些中国人国民党利用的淋漓尽致。所以台湾人拢安那，甘愿去趁钱去交税金，你从来不会问讲啊，我交这个税金唔在对啊，是唔对的？啊，税金嘛，愈扣愈重，愈扣。伊即马甲你扣一块，嗯，啊，你无问题呢，扣块哩，啊，你嘛无问题呢，干脆甲你扣两块，啊，你阁无问题，啊，愈扣愈重。啊，我们从来不知道讲要安怎反抗，这个交这个税金是应该的吗？
我们台湾这块土地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去给美国军事政府占领的土地啊。我们本来就不用缴税金，但是我不是说叫你不能缴啊，你现在要缴，怎么？它叫做台湾管理当局，这是台湾管理法里面的这条。啊，现在中华民国披着一个外衣，叫做台湾 authority， 台湾管理当局，叫你缴税金。啊，这缴税金，咱捌甲抗议过，但是咱抗议有成功，是做兵啦。我给你占领，我哪会着做兵？你想看卖啊？琉球被美军占领，琉球人有去做兵无？无啊。伊拉克给美国占领，伊拉克有去做兵无？无啊。是安怎咱台湾去给美国占领，啊叫中华民国来取代美国，代替他占领，啊叫咱台湾人去做兵？为什么？所以咱甲奥巴马讲。如果你再叫台湾人去当兵，我就在国际法庭控告你。这是叫做战犯、战争犯。所以奥巴马的政府跟中华民国说不可以征兵，所以一直到现在为止，马英九不敢征兵。那不是马英九说哦，他好心哦，免做，不是呢。中国不是千多粒的飞弹向台湾吗？在这款时阵，你免做兵，还佫买免军、免买军费，唔是讲买免、免买军费啦，是咱台湾民政府佮冻掉嘞，袂当佮买军费啦。后摆台湾民政府一执政，美国必须把我们买军火的钱全部退还给我们，安尼好冇？啊，这是当然好啦，因为大陆会当分钱嘛吼，这是真的，这是真好啦。但我是说实在，我没跟你开玩笑，我不开玩笑。咱台湾民政府四年来，三年多，四年来，很认真，从来没有休息，每一个礼拜都上课，上课，上课。啊，就有一些推面的，啊，上的高级班、初级班，啊，就去组织。上礼拜，美国的亚洲联络处啊，正式宣布，说有一个组织叫做台湾美国台湾政府，你捌听无？有啦，去讲去占中兴新村呐，啊，讲要执政啊，有啊。美国正式宣布，这个是非法。超过五点，伊讲恁伫台湾所做为非法的事情，我美国通通看到了，这是不对的。第二点，啥物人叫你挂美国国旗？哦，你現在知道說美國國旗不能黑白掛，台灣民政府是你們初級班的上課上到第三天的時候，是美國政府送你一面的美國國旗大旗，還叫你掛起來，那些人沒得到美國的穩準，自己去掛美國國旗。我不知道你們有看影片沒有啦，他在那個中興新村，美國國旗掛了，還創五十米的天道，你不知道，你有沒有注意看嗎？現在都起訴了，美国正式发表，上礼拜发表这个声明。第三点，什么人叫你宣布台湾独立？啊，有影啊！台湾这块土地是谁的？欸，我跟你讲，你拢谈，这边偷来，那边说马上卖。台湾这个土地是谁的？讲日本的灵魂啊！什么人诶？日本天皇的啦！恁老爸甲你是无同款啦！你听有无？日本天皇跟你是不一样的，你不能说日本的不对，是日本天皇的。啊，日本天皇你要独立，你要跟他问什么人？啊，问这样，这简单的、很简单的问题啊。啊，问头家嘛，头家看要独立吧无啊？啊，头家什么人？日本天皇啊。啊，这就是安怎？咱已经连续四年，每一年日本天皇的生日，咱拢去，去创啥？这个塞奶啦！咱四年来每一年的12月25、23，咱拢派差不多150个以上，超200个去日本天皇的面头前30公尺压旗啊，满载！啊，日本天皇已经知影咱啦。今年哦，不恁这啊，恁后期拄好，不过恁可能没有位置啦，因为今年
布念差不多拢满啊，恁阿妈你才有机会。咱去日本天皇遐，该祝寿的时候，一拜拢是百八个、两百个，一年去两届，一拜是八月十五，一拜就是十二月二三。咱要去以前，拢去靖国神社甲参拜。你看哦，咱一届拢安尼去变两百个人去靖国神社甲参拜，中共、中国共产党拢唔敢讲话。你有注意无？从头到尾，已经去八拜，伊拢点点点。伊嘛承认讲，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呐、啊，就是日本帝国的时候的日本人啊。我们去祭拜我们自己的祖先，有啥物唔对？啊，但是伊中华民国拿去祭拜靖国神社，伊就出来骂，嚯、哦，这是数典忘祖啦，啥物啥物啥物歹听话，伊拢甲你骂。李登辉去拜一下靖国神社，不得了，报纸头一篇才大篇。啊，这个台湾的政党去拜靖国神社，报纸足大篇，干嘛？独独台湾民政府去祭拜，他不敢讲话。恁都不要看这个政治的美感，因为台湾人就是日本人呐、啊。就我今嘛讲，哦，阿里秘书长讲台湾人是日本人，明天我去日本申请护照，会使不？会使不？当然嘛，未使呀，谁那未使？因为我讲的台湾人是日本人，这个日本人跟今天的日本人是不一样的。咱是原来的日本人，叫做大日本帝国的日本人。今嘛日本人是宪法更改以后的新日本人，是无同款的。安尼听有无？有的人哦，读册拢读一半。哇，我秘书长讲说我们是日本人，我们这个日本人跟今天的日本的日本人是不一样的。那边用那个吼大细汉来讲，原来的大日本帝国呢，叫大兄来讲，台湾人是二兄啦。啊，现在新日本人是啥？小弟啦，你听有无？大兄都渐渐贵姓起来嘛。以贵姓以后，麦克阿瑟利用一个礼拜的时间，将日本的宪法全部更改。我记性啦，改两三条呢，改两三条都无同款呢啊。所以日本人是变做小弟，所以我跟日本人讲，即咱每年拢会去靖国神社参拜嘛。啊，日本人讲，啊，你是内阁来参拜，啊，你爱徛伫阮的后壁。我稍等，我们要站前面才对呢。你讲是安怎？欸，阮是大二兄呢，大兄已经死去啊，伊上头听无啦。阮大兄伫倒，啊，就大日本帝国叫大兄。啊，伊讲啊，阮呢，你是小弟，恁落尾啊，第二世界大战以后，你才出世。啊，所以遐日本人也拢笑呢，哈哈大笑，都有理呢。所以咱若去日本，含因做一杯参拜的时阵哦，咱徛伫头前，因徛伫后壁。咱即马做啥？安尼去，安尼去，毋是讲罗马安尼去啦。但我是讲实在哦，在法理上我们是哦。所以即马日本人啊呐，开始大量到台湾来学习我们的法理。所以日本的众议员、参议员很多来台湾，拢来啥？来上课。虽然有诶日本人哦，听无我讲的台语，但伊拢会早翻译。我伫遮咧上课，伊伫下骹翻译都蹲伫边仔咧翻译，已经几啊摆啊。所以我敢甲各位讲一句代志：台湾若要行出去，台湾若要有成就，只有用法律这两字。这是啥？恁来遮咧学法律的原因啦。啊，所以我们台湾这么小。我们也没有武力，那有武力无？有人跟你讲哦，革命嘛，我们去革命嘛。那天老公要革命，你跟伊讲哦，你做大生，你千万唔通牺牲呢。迄牺牲也叫做啥？革命先烈，要做革命先烈，请你举手。无嘛哦，啊，咱是叫啥？革命先行者，咱是大生行的啦。
啊，革命先行者就是听中华民国的啥老蚵仔同款。哎，老蚵仔真的有享受很多的优待，对不对？啊，你拢唔知哦，你是真正真正唔知是假。因看病免钱，因每个月有万几块，要变万八块的钱，有无？啊，你是知影唔知啊？知不？知啦吼。啊，拜革命先行者同款，有这样的享受。哎，对，啊，那咱革命先行者一个月领三万，啊，拜啦。是安怎？有一天，你若做你领三万的时候，人甲你讲，我是老汉子，因为你先革命的嘛，对不对？哎，讲啊，我奈无，啊，你当你都较戆，你不要来上课，因为咱刚才扣四千个啊，我先甲各位讲哈，这个四千位，因为我四千位就是准备要接掌政权。要用的，啊！我若看各位安尼吼，你感觉你有法度接政权？你举手啊！哈，啊！你无要举手啊？啊！无要接政权，无你来创啥？你来遮坐就对了哟，哈！你坐来坐足，你袂艰苦吗？你袂艰苦吗？今日上个艰苦，我为早时七点半上到暗时十点外，有个人想想啊，讲哇，夭寿哦，脚长咩？坐到要出血。今天的上课是很时间很长，但是您一定爱记得上课，老师你讲的爱听。但是我跟你讲，我讲良心话，这些老师虽然是比你较知影、较早知影一丝啊，大兄知影，但是老师讲的话，你爱听一半就好，剩下一半安怎，你家己爱做研究。包括我同款，我讲的话你也听一半就好。剩下安那爱家己做研究。可别我讲哦，四月七日愚人节，唔对，愚人节是当时，啊，应该当时十月二五啦，拄啊过年，光复节啊。台湾打败仗哪有光复？所以后摆十月二十五号我们会把它定为愚人节，啊，十月一号。行宪纪念日，这样好不好？所以哦，你等爷说，你也跟你厝边啊，给别个人讲，四月一号是行宪纪念日，人家人听个不傻傻，啊，人家该解释，哦，过来，十月二五，咱无，咱是建书，所以就没有光复节。四月一号行宪纪念日即天。不得去，整个台湾的地位改变。我再跟各位讲，最近美国开始在改变。美国的国务院，这个国会啊，已经知影讲四月一号，日本天皇在台湾实施宪法。以美国人他们讲哦，对这个万国公法上盖清楚，因为四月一号刚好来实施，和这个日本实施这个也就。宪法啦，安尼台湾的地位就不能改变，所以你也会记得，他拄啊班长讲，我们在这里上课上个重要一句话尔尔，占领不得移转主权，你一切拢爱用这句话，甲套到里面安就对啊。所以中华民国要伫台湾变成一个合法的政府、合法的政权，有可能无？百分之百无可能，用选举嘛无效，是安怎？占领未当移转主权，中华民国在台湾只是一种占领的行为，占领的行为，未当来变作啊做真正的政府。你唔知要过去李登辉啊？李登辉在好几年前呐、啊，有一度他想要讲要把台湾省政府变个废省，有无？你会记无？为什么？李登辉说要废省，可是后来突然之间他转变，变成啥？动省。到今日台湾的中兴新村内底咨议委员，还有五十个呢，还有你领钱呢，领薪水呢，坐车拢免钱呢，一个月领五万呢。你这阵你咪知无？而且中兴新村甲即马拢空的。但是呢，未当个废掉土地嘛，未当卖掉。美国讲不准卖，所以李登辉一旦想要废省，
要给废掉。李登辉的主要目的在哪里？他要把中华民国就地合法。美国知道以后马上 AIT 出名 NO， 你不能废神，中兴新生要留下来以后给台湾民政府使用。这就是什么？有的人处理了去设一个美国台湾政府啊，去占中兴新村的原因啊。在美国上礼拜发表，这个组织是违法的。但是美国从来到今天为止，咱这么久以来，从来没有讲过台湾民政府是违法，中华民国的政府也不敢说台湾民政府是违法。这原因就是这啦。所以是怎样，咱都在这里上课这么久了，将近要四年了，到明年的一月13号、14号、15号就是四年了，从来没有休息哦。啊不，中华民国的政权、中华民国的治安当局从来没有来打扰到我们。原因是啥？我们是一个合法的单位啊。啊，我们这个合法单位，你问说啊，有没有向中华民国内政部注册？你要问吗？对吧？我们当然没有啊，而且不必啊。是中华民国要向台湾民政府啊注册才对啊。那我们是根据什么成立？你听我靠，你去哪里？我去台湾民政府上课。台湾民政府诈骗集团，对我开始的时候，外靠拢用安尼甲你封呢，讲咱诈骗集团呢，有无？你捌听过无？拜托，你来甲问，请问台湾民政府骗我什么？我有甲恁叫恁募款无？有没有？一毛钱都没有呢。你也免问讲，啊无你。台湾民政府的资金是为着来，你要问无？要无？要问的，请你举手。嗯，啊好啦，你若较侪人举手，我就跟你讲啊，我袂当用嘴讲的，我会当一个动作，互你知。一讲迄个什么呀？跟林书豪讲的，迄人斗三工的啦，不是上帝啦，顶快迄啦，恁听有无？是怎樣？聽不，我也沒辦法跟你說。是怎樣？我們夠贏他嘛，聽有沒有？我給你看這個我們的、那個、成立的、那個文件，台灣民政府的文件，我們是在美國註冊，美國政府批准的。這文件你有看嗎？ TCG 就是台灣 Civil Government。啊，后尾啊，有人甲我讲哦，哎 ，TCG 不一定叫做台湾 Civil Government， 是无定是甲北疆字呢。啊，所以恁特别过来请一个台湾 Civil Government， 这 TCG Foundation Inc. 就是台湾民政府基金会。所以我们整个所有的一切拢是合法的。所以咱即摆安排伫外口，你走有无哈？啊、警察拢有一寡白目啊，警察拢会甲你查啦。啊，警察查的时阵哦，因即马较巧，因即马袂去找你的麻烦啦。啊，即马查的时阵，伊会甲你问呢，吼、哦。啊，咱的同志嘛真好，咱的同心吼、哦，有诶，即张迄个啊，这个公文拢会查你身躯顶。其实还佫一张啊，那个班长要发给他们，那个中华民国内政部那一张要给他们啦。你无摕到嘛，对不对？迄张写啥？你知道？他说吼。台湾民政府不是非法组织，但伊唔敢甲你讲合法，安怎？咱底下无注册嘛，咱是完全照建政府所成立的组织。台湾是被占领呢，你的观念恁听个一定要清楚，等一下再发了，不要现在了。台湾是被占领，因为。古金山和平条二十三条足清楚，甲你讲啊，只不过是台湾人哦，遮侪年来哦，还佫讲讲六十八年来，因为无看到美军嘛。恁怎知影迄个 AIT 即摆刷去伫倒？内湖，恁知无？内湖金湖路100号，金湖路100号，有无？知影举手。安尼尔，即摆是新义路啦，马上迄个新义路迄、那个。要退行到台北市政府啦，
金湖路一百户，本来有150个员工，即马剩40个，那愈来愈少。啊，去金湖路一百户有几平？2万几平。你知影迄个金湖路 AIT 迄个所在，会租期偌久？你敢知？就是租偌久啦？几年？99年，搁再99年，99年加99年。啊，到了时间以后还可以继续再延99年加99年，迄块土地等于是美国的。你会感觉很奇怪，恁家哪有厝要租人99年，搁加99年，请你举手。啊，若无爱举手，对吧？大家拢无爱嘛，这种很正常嘛。啊，是安怎？美国会当加？伊毋是加中华民国租的啦，伊迄当阵租是加福尔摩沙基金会租的啦。是安怎？美国伫全世界敢若有三个所在是99年加99年，这三个所在是安怎伊会当做99年加99年？第一个，古巴的关塔纳莫湾，99年加99年。美西战争以后，伊要予古巴独立的时阵，伊上迄个所在，迄个一个岛叫做关塔纳莫湾的首先甲占起来。啊，你要直接跟古巴讲，跟卡斯楚讲，我这个所在要跟你做99年加99年，啊，但是我放给你独立。卡斯楚讲，我哪会买？我不可以，我不愿意。啊，从1899年到今嘛，看伊租偌久啊？啊，伊1902年放给古巴独立，但伊租金嘛，伊全将迄个租金甲囥个，迄个叫做国际银行内底。啊，卡斯楚甲惊个无领。因为我不同意啊，阿姨说你不同意，可是你有签章啊，所以那个所在是99年加99年。为什么？因为战争以后说比较不好，99年加99年全部叫占领起来，叫引导的。因为美国的参议院有通过一个法律，就是从今以后美国除了50个州以外不会再增加新的领土，所以美国想要将那个所在吞下去，因为伊法律有规定，只有安那用租的。第二个所在伫倒，琉球普天间基地99年加99年。啊，这个有故事。当时佐藤荣作啊，要去甲迄个啊，做尼克森要签迄个琉球要兴吼，这个日本的时阵啊，去共签99年加99年。签的了，伊将这个合约书摕来。伊毋敢摕倒去日本，摕去因家的仓库甲藏咧。啊，所以日本拢毋知影咧，一直到前几年啊，一个叫做鸠山的迄个首相，伫算的时阵哦，伊出来臭屁，用美军给我全部撤退普天间基地，我们不要租给你了。美国国安局派一个人摕这个合约书。去找伊，因为要合约书要摕去找鸠山的以前，伊有经过台湾，我有看。鸠山一个看来讲，伊问伊刚刚一句话尔，这个合约书算不算？算不算？你若鸠山算不算？有算无？当然有算啊，哪会无算？哎，你拜托哎，你的结婚证书无算吗？你结婚证书已经去公证了，签字啊，你敢会当讲无算？你若无算，去甲恁太太讲。说对有算吗？哪会无算？算，鸠山失职。啊，当然，即马吼，伊个煽动即个啊，做琉球的一寡老百姓反对，反对无效啦。所以鸠山，即个啊，做普天间基地啊，美国注定99年加99年，迄等于是引导伊啊啦。第三个所在伫对。台湾，所以这个所在是不是要做大赛馆 ？No， 金湖路100号是要做啥？美国亚洲地区的总指挥中心，咱都不知道。所以在明年的6月以前，8000名的海军陆战队会进来台湾，现在已经来办2000名。你会说，秘书长你说这个不用政治，
你要不要看证据？你干嘛卖？你拿去？啊，有的免看呀！啊，我讲你听，美军八千名入来台湾，你想，因一个人来啊？独身啊一个人吗？会不会？绝对袂嘛，因为有结婚啊嘛。啊，你结婚的人哪样啦？娶某来嘛，娶囡仔来嘛，对不对？娶囡仔来爱读册嘛，啊，必须读，好好嘛。啊，好什么好啊？美国学校嘛，专台湾三间美国学校，一个伫天母，一个伫高雄的翠华路，啊，一个伫台中。台中迄是较细间啊。你唔相信？你等你去高雄去台北的翠，迄个也做高雄的翠华路，你来看美国学校。扩建特别开好啊！扩建偌济？第四七平，拢第四千个，咱拢唔知影。那个转播先暂停一下，转播暂停。